本港多处地方风力强劲，市面多处有冧树报告。其中在港岛杏花村有树木倒冧，有行人抵不住大风跌低，要两个人揽住一起行，避免吹跌。至于大埔白石角，有人走出来海边看风浪。在马鞍山，其中一条高速公路旁边有树倒冧，树身占据一条行